那我唱一段吊金龟。好。守贞节不听他论，真是我的儿年幼，娘在中年我怕的是十多年了之后我真如九川难尽了那去世的先人呐、我的儿啊。又该你唱了，该我唱了，我再反你一段吧。我唱什么呢？你学学阎居鹏的让徐州。哦，让我学学让徐州。哎，好，我就学一段让徐州。可是真不错呀。我唱完了，我该点你一个了。唱什么呀？你呀，学一学刘洪生的长黄袍。好。
哎呀，唱得太好了。我唱完了，你再唱一段。我还唱一段。我翻你一个一杆三的二进宫。好，我就唱一个一杆三的二进宫。太师傅。